全部暂停。经过休养后，状况好转许多，目前也开始慢慢复述工作。而他和女友依依感情稳定，也经常会分享私下相处的有趣事。但是纳豆po出一段在家热舞的短片，只见画面中可以看到纳豆穿着蓝色睡衣，感觉才刚睡醒就在阳台陶醉的跳舞，看起来十分享受。而在内文内，他则有感而发写下每天都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过得开心。没想到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表示，要纳豆还是多休息，喜感完全不见了。对此依依忍不住回应对方表示，参考你们的喜感学习。高 EQ 回复网友也获得粉丝们一片好评，大家也纷纷夸赞纳豆还是好可爱啊，不要理会那些酸民。Bye.